看大概情况。现在还没有完全脱开，看到没有？还需要再往后退，明白吧？嗯。然后刚才我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本来这个直口这个地方啊，是在这个方向的，然后正好撞松这个位置，这样这地方就卡住了嘛，对吧？是空的，真是空的，这是实的嘛？啊，明白意思吧？到时候你在这边讲一下。差不多，啊，可以。现在已经脱开完了嘛，对吧？嗯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开了。